你挺能跑啊，小杂种啊！继续跑啊！看到哥几个地方抢饭碗。师尊，要阻止他们吗？不行，不能与他们接触。这些都是木魔利用你的记忆制造出的幻影。 我的记忆，你如果触碰了他们，又会被卷入更深的梦境。不腻味了，嗯，踩死他！他不是可怜没饭吃吗？打死了，你不会饿了。那是，是我。冰河，别被他蛊惑了。还敢瞪我们？信不信把你的眼睛给废了啊？混蛋！不能攻击他们，冰河。 冰河，冰河，那些是你自身的意识，攻击他们就等于攻击你自己。你如果受伤，我们就再也醒不过来了。师尊，不好，又是幻境。冰河，不管你看到什么，都必须要视而不见。 绝对不能和任何幻想接触，知道吗？这个地方是……是冰河回来了吗？娘，娘亲，您怎么又起来了？不是让您好好休息吗？ 躺了这么久了，我想着，还不如起来把衣服给洗了。娘亲，您不要下床了，我已经把活全部干完了。<笑>冰河真乖。娘，你想吃什么，我去给你做。<笑>要是有咱们家少爷上次倒掉的白粥，倒是想尝尝。 我去给娘亲喂一喂，娘，您等我。问问旧城，没有就算了。好，这孩子，真想看着他长大呀。娘，冰河已经长大了。哎，娘，冰河，不能去碰幻象，不要丢下我。 进来，我不是小偷，这是我从后厨找来的。小畜生，那厨房不是我们家的吗？你没经过我的同意就是偷。冰河，别去看他。陆冰河，你冷静一点，稳住。来学一声狗叫啊，学的像就让你走。你倒是叫啊！ 住手！混蛋！陆冰河，你已经不是那个忍人欺负的孩子了，明白吗？